在中国福建省的福州市，靠闽江的出海口有一座雄姿挺立的山，名叫古山。古山是福州历史文化的象征，依托古山的灵气，自古以来福州名人辈出。古山脚下有一个村庄叫前屿，这个当年曾经布满港岔的水乡，如今已成为繁华都市的一角。前屿村是闽江口有名的武术村，几百年来民间习武之风绵绵不断，人才济济。1910年2月15日，王氏太极创办人黄兴贤宗师就出生在这里。在他14岁那年，他的母亲遭恶人打伤，最终不治身亡。从那时起，黄兴贤发奋练武，10年间访遍武林高手，学会并精通了白鹤拳和罗汉拳，并曾获得福建省比武大会的亚军。1948年，黄兴贤宗师与乡人合伙做生意，去了与福州一水之隔的马祖，未曾料到时局发生重大变化，航道被封锁，无法返乡，他只好滞留在马祖，随后辗转到了台湾岛，从此离开了故乡和家人。黄兴贤宗师到台湾的第一站是找到了在云林虎尾镇行医并授权的纵鹤拳大师福州老乡林国忠，还在戏班里面教武术我听他们讲的他来台湾就是从马祖来台湾。在林国忠家，黄兴贤一边学医一边学拳，并拜林国忠为义父，同时做好了在台湾以医谋生、以拳传道的准备。在台湾，黄兴贤宗师有幸认识了诗、书、画、医、拳五门样样精通的武绝老人郑满清。郑满清大师是郑子太极的创始人，也是杨氏太极的第四代传人，师承杨氏太极大师杨成溥，太极拳功夫十分了得。有着一身外家拳功夫的黄兴贤宗师，从他身上发现了太极拳无穷的奥妙。酷爱武术的他，于是诚恳地拜郑满清大师为师，开始真正进入太极拳的殿堂。黄兴贤宗师的根基好，悟性高，更重要的是勤学苦练，很快就进得正式真传。练功不到4年，就在1955年的台湾武术比赛中获得了太极拳的冠军，为师门争光的同时，也使自己名声大振。
打这个，我会羡慕跟人家打是一样。但是一生啊，我们养花，家庭有细打灭红军，人家欺负我，我羡慕。英军告诉我不要报仇，我欠了命换他，不欠命我聚集逃命。就是你大好好命就不要害我爸爸妈妈，带他气断了。王庆贤宗师天生就是习武之人，他的太极拳功夫很快就超过了自己原来的武术功底，到了一个常人无法想象在那样短的时间里可以达到的境界。慢慢观察，九年才露出十九了，他观察换了呢，能够记住我的心里一定有练的。所以说你要命，他后来到你出国搞的搞打擂台回来一样，后来跟妈妈他讲好，我就轻轻轻的那种武术刀，这个人再怎么不去打架。1955年8月，黄庆贤宗师受新加坡医学界人士的邀请，远渡重洋，开始了此后漫长的以医推拳、以医养拳的道路。黄庆贤宗师每到一处，先是行医看病，然后推广健身法宝太极拳。在他的感召下，新加坡几年内参与练习太极拳的人数竟多达3000余人。许多人在练了太极拳后，多年的病痛消失了，身体和精神都有了极大的好转。1959年之底，黄庆贤宗师把在新加坡点燃的太极之火又传到了马来西亚。他去的第一个地方是沙劳越州的古晋市。古晋是个美丽而又富有热带风情的城市，黄庆贤宗师几十年来在马来西亚几十个城市之间来来往往，但始终没有离开这个地方。特别是他在晚年的时候，在这里他将一生习练太极的心得体会记录整理出来，写出了十几年关于皇室太极的教案和理论书籍。从古晋开始，黄庆贤宗师把他的太极拳教学逐步扩展到马来西亚的各个地方，四里魁、石屋、民纳丹、梅里、丹南、根蒂药、宝佛、亚庇。芙蓉、巴生、吉隆坡、淡马鲁、文德甲、关丹、劳务、而连突等等，共计20几个城市。从1959年至1982年的23年间，约有近4万人成为皇室太极拳的弟子，有些学生还将皇室太极传播到澳洲、纽西兰、美国和欧洲等国家。皇室太极的海外盛行，成为中国武术作为一项传统中华文化在海外传播和发扬光大的一个世界性的奇迹。
最让新马皇室太极同道们不能忘怀的是，发生在1970年那场黄庆贤宗师与国际知名摔跤大王廖广成的擂台赛。当时云南善堂为筹建老人院而在古晋第三小学的体育馆里组织了这场义赛。关于这两本册子哦，其中一本是有关这个黄老师哦，在这个1970年4月5号在这个沙劳越古晋的时候哦，举行了一场这个轰动东南亚的一个中西拳的擂台赛了哦。那么这个这场的擂台赛呢，可以说是整个的那个比赛的非常的精彩了。太极拳看似软绵绵的功夫，能不能与刚健勇猛的摔跤拳击抗衡并取胜呢？从擂台赛一开始，这场充满刺激和悬念的比赛就紧紧抓住现场数千观众的心弦。一个是名震东南亚的太极高手，一个是号称常胜将军的国际著名摔跤家，双方互有敬畏之心，所以一开局两人都显得非常谨慎，谁也不敢主动发起进攻。廖广成终于忍不住发动进攻，但都被黄宗师摔倒。不管廖广成怎样进攻，黄庆贤宗师凭着太极拳的听劲、化劲、发劲三大劲，频频把饿虎扑食一般的廖广成一次次的摔倒在地。廖广成使出勾手技，但一样被黄庆贤宗师用太极功夫摔开。廖广成进战的企图不成，又一次被撂倒在地上。
几个回合下来，廖广成一点便宜都没占到，有一点心急气躁，凭着人高马大扑上来抱住黄庆显宗师，想用粘贴的方式摔倒对手，但是屡屡被宗师用金蝉脱壳之术摆脱。最终黄庆显宗师大发神威，连发劲三次，将廖广成接连推倒三次，以26-0的骄人战绩结束了战斗。太极大师黄庆显大胜廖广成的消息第二天便轰动了新闻界，各报都争相报道这一爆炸性的新闻，一时间太极拳的荣耀成了推动太极事业迅猛发展的最好动力。黄庆显宗师一生中最激动的事情是在1988年，他受到中国武协的邀请，率新马皇室太极访问团参加在杭州举行的中国首届武术节。这是他离开祖国整整40年后第一次荣归故里。黄庆显宗师一行受到主办方的热烈欢迎。黄庆显宗师随后特意回到福州鼓山老家，让黄庆显宗师倍感欣慰的是，家乡的政府和体育界对他的一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1989年，黄庆显宗师还以79岁高龄应邀赴美国洛杉矶参加在那里举行的国际武术邀请赛。在这届比赛中，宗师率弟子们表演了炉火纯青的中国太极功夫，他本人荣获太极推手冠军和大会颁发的
最高贡献奖，并被封予武术博士的荣誉称号。就在皇室太极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1992年忽然传来黄庆贤宗师因突发脑溢血而病危的消息。1992年12月21日，于病重之时坚持回国的黄庆贤宗师在福州病逝，享年82岁。一颗中国武术界的巨星至此陨落，宗师黄庆贤的遗体先是埋葬于他的家乡古山脚下，多年后又迁葬于他青年时踏遍青山访名师的福州北岭之下的莲花山陵园。每年清明前后，都有世界各地皇室太极的弟子们前来祭拜恩师。一代太极拳宗师黄庆贤在东南亚辛勤耕耘而大有所成的太极事业，并未因他本人的去世而影响前进的步伐。叶强总教练还专门发起成立了世界黄系太极联谊会，每2年举行一次黄氏太极拳观摩赛，以使黄氏太极能原汁原味地传承下去，也让更多的皇室太极同道始终保持一个良好的交流平台。皇室太极的弟子们正一代一代高举皇室太极这面大旗，永远牢记先师的谆谆教诲，继续发扬道技兼扬体用结合的太极精神，把中华文化的精髓、人类健康的瑰宝太极拳伟业传承下去，普及光大。可以说中国生产皇室太极呢，将向中国呢把我们皇室太极列为我们第六大门派的一个太极，所以呢我在此呼吁这个世界的黄庆贤太师的弟子，黄庆贤的这个学员们，黄庆太师的学员们呢，能等着爱护皇室太极，尊师重道，允许誓言呢，来配合这个力量呢，把这个皇室太极带进每一个角落，把这个皇室太极带给这个世界的每一个人。练太极拳，你是在自己修炼自己，而且他也逐渐把你的性格从那种很那种所谓很急躁，把它调到比较温和那种，所以它会改变你的那种人生的那种性格，而且你的观点也会受到改变。基础要打好，所以我们就是这个松身武法，我们的基本功就是松身武法，它就是松我们的关节经络，关节经络放松，要经常去感觉到你的脚贴地的时候，久而久之开始是脚很酸，很多年轻人都承受不了，他们练得甚至会发抖的。你的基本功搞好了下去，你练架子啊、器械什么，也就比较容易上手。
他就跟我讲说，既然他说你的太极拳的进度是看你做人，他说你做人到哪里，太极就到哪里。那时候我才24岁，当然我对这个，这种想法说做人到哪里，太极到哪里，我觉得是有什么关系呢？结果呢，到练了20多年的太极拳，我就觉得老师说的话是，真真切切，你做人到哪里，太极。大的团队，他在我后面做一个强力。开会的时候，真的就有个同事跟我讲，现在还要往事要发展上，就是怎么发展，里面有谁愿意可以帮忙去发展呢？不勉强嘛，我是第一个站出来给你丢，就我单身嘛，没问题嘛。我甚至我跟他讲过，我把我的工厂关掉他，我跟你一起去。带着这份责任回来，我是希望只要有兴趣的人都来练，而且不是说一定是皇室太极，去研究照着这皇室太极原来的一些东西去研究下去，把皇室太极的精髓整理出来，它也就是太极的精髓嘛，所以我觉得是应该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